创意理财尽在运通。亲爱的投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股市女王。今天的大盘呢开高走低，好，那你有没有印象？我上个礼拜一直跟大家说，我说哈，接下来我要带大家赚的是什么钱？用功的钱。好，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其实今天最强的就是柜买市场。那 OTC 呢表现的比大盘强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哈，我带我们的家族成员训练基因，哇，今天也有最高。有平涨停，你看一下哦，今天最高132，好，那我是多少带我们家族成员买的，来77，对，好，那77买，当时有到99嘛，我不出，因为我说这个是重压股，也是七月生技展的股票，对，你看啊，我77放到现在132，我波段获利有多少？76%，好，除了这个生技股创高之外，还有什么？其实台积电今天说明年哦，它要这个资本支出要冲高，所以当时呢，我跟大家讲，我说我带大家操作台积电大联盟的小黑马，来看一下。就是这档华友益，好，它没有涨停，对，但它最高来到645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最喜欢这种股票，就说好，来，我买在这个44附近，对，我买了之后它不要涨停，哈，对，我手上太多股票都连涨四根就警示了，对，好，你看我买了之后，来，它一直沿着五日线上涨，对，强势的上涨，好，那你看哦，44到现在波段获利也有多少？35%。好，那除了这个之外，还有瓶盖股 PA 稳茂。稳茂今天是留一个上影线，但我觉得不打紧，因为哦，你看我在哪里买150，好，150买了之后，到今天用最高183波段获利也有22%。好，那其实呢，你会问我，老师，稳茂上影线你哪会免惊？大家不要忘了 PA 哈，整个 PA 族群它整理了两年半，其实这两年半。没有信心的想卖的都卖光了哈，接下来都是对它产业前景有信心的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大盘。好，今天的大盘呢虽然开高走低，对，那我觉得这个行情我还是要跟大家讲，你不要去放空哦，还是一样轧空行情。我上来之前我看了一下哈，这个目前哈这个融券余额整个大盘的还有22万张，代表还有22万张的融券要回补。好，再来哈，来，今天的最高跟最低差了多少？145点，所以我要跟大家讲，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操作。首先，第一，盘中你不要追高，你不要看高你就去追。那我发现呢，现在又开始有一个现象哦，就是昨天强好涨停，今天又跌。来，我帮大家整理了一下，你看哦，礼拜五最强的什么？龙德造船哈，6753。好，你看礼拜五它有冲涨停，我有帮大家做一个简报哈，你看。礼拜五跳空涨停，对，哇，今天开高，结果跌停，哈，好，那你会问我，老师，按内五要进吗？没有关系，因为呢，创高回撤，哦，它五日线没有破，其实长期趋势还是看好，但是呢，如果说你是今天去追高，你心情就很闷嘛，哈，所以我觉得这个行情哦，就是说我们要低阶，低阶什么？创高回撤整理完的股票做低阶，再来呢，你要这个吃诊断，就是说不要急哈，因为最重要你要买这个产业前景看好的跟转机股，这样会赚比较多，不要急于一时看这个涨停，我都可以溜啊溜的安内来看一下，不止龙德造船哦，像盛德也一样，礼拜五它也是从涨停那。今天创高，哇，又回撤，对不对？又跌停，所以现阶段我要提醒观众朋友，你不要看盘中创高，然后新闻有讲的股票你就去追，这样很容易这个当天你很容易做就是会损，然后稍微有一点损失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这个迎接台股的七月天嘛，你说我怎么看？我们来跟大家说哈。好，你知道吗？五月份哈，美国的 PCE 它公布了哈，是低于预期的，显示什么？通膨放缓。
那通膨放缓呢，就会接下来就大家就会想说，哇，那会提早降息 ，Fed 就会提早降息。那我讲过哈，空头市场它是下跌量缩，但目前呢，台股的资金动能很强。那如果美国它又要提早降息的话，其实引发还是会有一波的资金的动能，所以多头还不会走完哦。哈，再来哈，苹果旺季来到，对，就是九月份开始就会拉货，所以呢，指标股都是受惠的。好，那在接下来台积电它7月18法说嘛，那如果法说会优于预期，我跟大家说1000块不是梦。好，来，你有没有印象哈？我帮大家回顾一下，当时呢，大家很没有信心哈，当时在这一天。台积电跳空，他开完法说会跳空到757，哦，大家怕得要命。我怎么说？我说好股票不寂寞，对 ，AI 很好，下修是别人的事。而且我甚至跟大家说，我说哈，来到768以下都是一个买点。那我用明年的 EPS 算，我说到1000块不是梦，对，哇，那你看今天的台积电。最高来到977哈，虽然收跌下来，但不要看短暂的哈，这个是护国神山。我跟你说，苹果拉货潮来，旺季来 ，GB200，接下来九月少量出货，那就开始就要正式出货，对台积电来说都是一个利多，所以1000块不是梦，一下就到了。好，如果说到1000块，有外资调高到1200，所以我左侧。上攻24000不是梦，我重点是说，其实哦，我一直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说，你不要纠结，不要纠结说啊，指数已经到了23000。其实重点哦，不是指数，而是你手上的个股有没有赚钱，会不会是下半年的翻倍股？好，再来哦，来七月的股市是黄金期哦，没有说暑假到来就不动，对不对？因为过去20年，我帮大家整理了哈。过去20年，七月份在美股 S&P 500，对，这是7月是最强的月份，而且涨率是90%。好，再来呢，我刚讲过哈，七月这个九月开始 GB200要出货，所以相关的供应链都要特别的留意。大家也知道我鸿海。对，我就不卖嘛，好，我多少带家族成员买来，当时也是重挫，对，那一天重挫，我们把它。缩小那一天台股重挫700多，我说来跟我买龙头股鸿海跟台积电，对不对？好，我140带我们的家族成员做一个买进，买了之后呢，你看你就不知不觉，对你140变多少？217，哎，钱是不是就变大？我一直跟大家说哈，很多这个之前哦，犀利人妻的一句经典哈，经典这个名言。回不去了哈，感情回不去，但股价哈随着景气翻转哈，谷底翻扬，随着订单越来越多，然后这个 AI 手机其实股价也是回不去哦。不止房子会因为通膨涨价，听说这个大家都在你应该知道新青年什么购物贷款，每个人都在聊新青安，好，房价越来越高，但是你不要忽略，股价也是越来越高。你现在不把握，不趁现在拉回买，或是天天价买，我跟你说，我敢跟你保证，到九月过后，苹果拉货潮哈，再来新机 GB200这个也要出货，我跟你讲，根本买不起，现在还可以买，到之后都买不起。好，再来。金金涨，对，直奔25000。那现在要赚的是什么？用工的钱。那中小型股飙嘛，好，用工的钱要怎么赚？你会问我，哎，老师，用工的钱怎么赚？如果说你自己会找转机股，下半年成长股，哈，通常中小型股其实我是最拿手的哈。你也可以发现，其实我昨天在家哈就看一篇文章，就看书嘛，他就讲到哈，人哦，你只要敢做梦。其实都会成真哦，敢做梦就会成真。那当然啊，你像我自己哈，我每个月都跟自己说，我要找到一档翻倍股，让我的家族成员哈做一个买进，甚至赚翻倍嘛。好，那我上个月的翻倍股是什么？来，金城科。
真的哦，你只要敢做梦，敢做哈，敢做梦，然后敢去实现梦想，几乎都会成功。来，我上个月是这个精诚科，对，好，你看呢，我精诚科66买的，最高是不是到170多175，那我165卖掉，我也赚了150%，对。好，那再来，除了这档之外，环达也是啊，我97买，对，然后我创高，我在破五日线这边哈，199卖掉，我也是获100多%嘛，哈，150%。好，那我这个月呢，这是上个月的绩效，每个月都要翻倍股，对，我这个月目前去年基因76%了嘛，对不对？你看哦，来，在这边哈，74、75买到今天76%，我跟你讲，脚一颠就100%就过了哈，好，所以呢，我说我们要一起赚用功赚的钱。那你会问我啊，老师，我不会找成长股哎，那你就找我就对，因为我的专长小型股翻倍。好，来，我们先来看训练基因哈，你看我今天我怎么跟家族成员说？你看7月1号，对，你看训练基因今天最高从涨停132，对，我们已经获利了70%以上续报。好，那大家也知道我每天都在追踪这一档，我们看一下我当时是几块钱的时候跟大家做分享的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你看哦，在6月5号的时候，我也跟我家族成员说，我说哈，7月生技展再加再生医疗过关，对，这是我们的核心持股嘛，哈，好，来，当时我跟大家讲就是基因检测服务，对，好。那我也跟大家说，为什么我看好它？因为政策做多嘛，哈。那再来呢？其实它是真的有营收的，哈。它你看，它第一季对年增多少？24%，它第一季赚0.56呢，好，季增80%，好。很多生技股都是本梦比，但我比较务实，我找的都是有赚钱、有成长性、政策做多。我觉得这个比较，让我的这个家族成员买下来，比较知道我为什么买、为何买它、为何看好它。其实我自己想过哈，当一个投顾老师，我觉得我自己要怎么做？我要让我的家族成员，就是说，第一个，我带他买安全。好，因为我把家族成员每一笔钱看成我自己的钱，我要买安全。再来呢，小型股这时候是我的专长来了，翻倍嘛。你也发现今天太多股票涨停都小型股。好，那小型股翻倍，那是我的专长。所以呢，我要用我的专长，让我的家族成员在短期间获利。其实小型股哦，比较容易短期间翻倍，所以真的要好好的把握。好，来，你看，之所以为什么买它？你看它第一季，我当时有在这边介绍，它第一季是真的有钱进来的哦，它每股现金流是5.55嘛，好好，再来，它第一季的营收是年成长88%嘛，那我也说过它是成长股，这是每一季的每股盈余它都有成长哈，好，来，再来，我们来看一下日线走势图。我当时是买哪里？创高回撤，你看我买在这边，对，75、76附近，对，好，买了之后呢，来隔天涨停，两天获利15%，对不对？好，再来第三天跌停，我最骄傲的是跌停没出掉，哇！当时哦，我们的家族成员说，哎，老师跌停让我谈被造不？我讲卖造，因为呢，我要放到7月生技展，好，好，来，你看第三天就冲上去，对，赚21%。好，来，这就是它的走势，一去不复返，对不对？跌停的价没卖掉之后，越走越高，对不对？你看77到99.9，获利30%，对，我持续的抱牢它。好，又涨停77到109.5，获利45%，我持续的抱牢它。好，77到120，获利60%了，对不对？我还是持续的抱牢它。好，它今天最高132，我已经获利76%，我还是抱牢它。好，来，你看，我们看日线图，我买在这边哈 ，N 字形突破，我买在这个位置，对，我买了之后有一天它回撤五日线到99.9，哇，很多人吓坏了，我说不要紧张，势必会挑战它，势必会股价会来的比99一定会过哈，而且7月生技展会更高。
果不其然，我们现在已经获利76%了哈。好，那你会问我，哎，老师你看到哪里？我看到这个翻倍以后，因为这个是政策题材。我跟你讲，今年哦，像创高股，我很会操作哈。真的，因为有时候它仅是创高，你不要担心说啊会回撤。我跟你讲，如果你卖掉了，你就追高了哈。像这种是有美感的，好，当然是时间有限，我不能在这边讲。但是如果你想知道，你可以打电话进来，你可以问我老师他涨到哪。好，那这个我今天这个我也发现哈，有一档个股不得了，今天出量。好，来，我跟你说哈，今天的生技，对，生技医疗很强，对。那随着去年基因创高，很多个股一直创高。我之前讲的哈，就是抗生素，这我们成员家族成员手上的股票，这档抗生素哦，它也是今天出量了。好，那像这种抗生素，随着这个新冠疫情啊升温，那这种抗生素有没有？它比较不受景气面的影响，这个是必须要的哈。然后这档也是营收成长股，那今天出量了哈。如果说你想要跟上去年基因二广告的时候，可以打电话进来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五月份的绩效，你知道吗？五月份我新客户，真的哦，我们的新会员哈，新家族成员进来，刚进来他拿200万来跟我投资，我带他买什么？环达，我刚讲了，对。好，还有买什么？加必奇。对，还有金城科，那环达跟金城科这两档都是翻倍的嘛？好，这个是150%，这个也是140%，对，好，200万就赚了120万，对，200万变320万，这是五月份。那当然，我说六月份行情比五月份好，所以呢又赚了560万。好，那接下来我说七月份当然行情又会比这个六月份更好，对，好，来。这是六月份的绩效，你看哦，六月份我也天天在这边讲哈。你看我的华友益，我们目前获利35%，去年基因获利76%，这个都是短期间完成的。所以哦，我要跟大家讲，七月的标股你真的要跟上。你看七月份华友益现在是不是渐渐的变大？航特，我跟你说，机器人概念股虽然机器人今天很强，但安全监控它也是机器人概念。等一下广告回来，我再来跟大家讲。好，那文茂是我们的核心持股，持续看好。所以我要跟大家讲哈，如果说你说，老师你说接下来要赚用功赚的钱，那我不知道怎么样选中小型标股，广告的时候打电话进来。我预计明天要进一档来七月最标的黑马，想要跟上的赶快打电话。休息一下回来，我再来跟大家做分享航特我怎么看好它。了解最新台股走势，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，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。2781-0909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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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韵达投顾真心照顾。韵达投顾成立于民国84年，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，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，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投顾公司之一。投顾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，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，我们不造神更不成魔，专业智慧经验负责，用最严谨的态度最严格的标准来决定股票买卖，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。韵达投顾真心照顾，02-2781-0909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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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韵达投顾真心照顾。迟到了。看见行人行进路口，准备穿越道路时，汽机车应暂停，让行人先行通过哦。哦，很慢呢。
行人已进入行穿线范围内，汽机车均应立即暂停，让行人先行通过哦。另外，在没有行穿线的路口，不管同向转弯或直行交叉，遇行人过马路，汽机车一样要停让哦。汽机车行经依法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叉路口，未暂停让行人先过，最高可处6000元以下罚款。停让一小步，交安一大步。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。云豹能源真的超强的，今天又涨停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我什么时候在 Light 介绍？好，来，你看我当时是不是跟大家说，我第一天介绍云豹能源跟深威能源的时候，6月25号，那隔天呢，会员就 Light 的粉丝团家族成员就跟我说，老师，我可以跨 BNW 的车，对不对？来看一下，哎，真的有可能，你不要说不可能，来，就在这一天。好，我们用隔天啦，我的指标出来，好，我们用194好了，194到今天254，一张赚多少？6万，对，30张就180万，对，所以随便都可以去 BNW 买车。好，再来哦，我也有讲什么深威能源，对，你看深威能源，好，你看一样哦，深威能源也是很强哦，有没有？来140到今天，对，好啦，算160，波段获利也有20块钱。除了这个之外呢，还有什么君豪？好，你看君豪，今天君豪涨停嘛，对，好，君豪，好，5443，就在这一天嘛，好，你看70块到今天波段涨幅也有20块。好，那你会问我啊，老师，你是不是写了就没追踪了？没有哦，我天天追踪。来，我们看一下。你看6月26一样嘛，好，云豹跟这个深威、永威，再来君豪都有，对，好，再来呢6月27一样是云豹，有没有？云豹跟深威齁都有追踪。所以呢，我们 Light 粉丝团的家族成员这一波，我敢说看我的 Light 都赚钱，好，不止我的会员齁。好，接下来我要讲航特，因为太多人问我了，老师，航特继 40% 之后后续怎么看？好，我要跟大家讲的是齁，很多强势股都这样，涨停涨停涨停齁，打开了之后整理。很多人会怕，但我跟大家讲，你千万不要，你这样赚不到翻倍的钱。你看哦，安全监控，我之前也讲过，机器人需要安全监控啊。今天大陆它发了一款新的机器人，售价45万台币，大家是不是很想去买？像我就很想买。他说哦，这个机器人买回家可以帮我们打扫跟做很多家事，是不是很好？那机器人可以打扫跟做家事，需要什么眼睛啊？好，你没有眼睛，你怎么走路或拿一些东西？所以这时候就需要安全监控哈。好，你看呢，会有5484。5484它连续涨了之后，对，整理整理持续向上，我算过了，28到现在波段涨幅也有200%。所以呢，你看我们的航特，我金城科，对不对？我金城科我之前有跟大家说嘛，齁，我们看一下金城科，我金城科66买，对，但是呢破五日线在这边165，我出一半。好，我剩下的一半我还是获利120%。那你又问我，哎，老师你怎么不出掉？因为安全监控今年还是主轴，随着机器人一直飙涨，安全监控也不会太差，所以我还是持续的报了。好，再来呢，这个航特齁，你看航特我是买在哪？我26买，对，买了之后涨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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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4天40%，涨太凶了被警示，但今天守在五日线上。我跟你讲，我还是持续的看好它哈，因为呢，它那个涨那个叫什么警示开了，还是会上涨。好，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哦，来不及讲了哦。其实我准备一档最标的7月标股，但来不及。好，我们先讲，你看我六月精彩获利23%，7天哈，我们还是爆了。华友益，对不对？6天获利35%，我还是爆牢嘛。那旭年基因，对不对？22天获利快翻倍了，对。好，那下一档，
大家都会想要下一档，因为五月错过，六月错过，七月不要再错过了。来，我七月份呢，对，刚进场的是文茂嘛，那我知道文茂的目标价，如果你想知道也可以打电话进来。但我今天有找到一档最标的黑马，我跟你讲它的走势，它的涨幅速度不输训练基因。好，再来，今年很好赚，七月更好赚，让我带你发财。想要介入这个跟上七月最标的黑马，广告的时候打电话进来，明天准时带你进场，拜拜。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我是你老婆，你累了吗？宝利达蛮牛，真会冲动，会抢。宝利达蛮牛，金包银，空流水。2781-0909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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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韵达投顾真心照顾。韵达投顾成立于民国84年，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，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，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投顾公司之一。投顾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，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，我们不造神，更不成魔，专业、智慧、经验、负责，用最严谨的态度、最严格的标准来决定股票买卖，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，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。韵达投顾真心照顾，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，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，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。今天来到这股市股巷的地方，要带大家远离尘嚣，嘎嘎嘎，蚊子这么多，小心感染登革热。大家一起来清除支撑源，盆栽底盘、宠物饲料容器要经常。